不要跟我抢 CP 好不好？本来就是我的、啊。是我的。不要，免标题是你抢。我帮你写一下，礼拜天上不会踩。那你在家先，拍的太甜。我当下播出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就是。然后刚整个抓着我。就抓他，然后他就这样很惊恐的看着我、那个。可是是很好看的、啊。不会标。这片花释出了吗？是很性感的耶。他那天就是洗澡那场戏，其实没有我的存在，但是我个人我自己去自己报名了当工作人员，我就躲在一个衣柜里面，看得蛮过瘾。然后后面的剧本会有一些，后面我没有提，我没有。我尺度最大的一个，就先卖个关子，有从影来完全没有挑战过的一些戏类型。会约一起演的？会，我跟陈翔会，我也有跟你约，跟余化也，跟丽雅会。你看都，你们不要一直自己组 CP 好不好？不揪。我们也会走在路，就走在路上遇到余化会一起找他。像我有一次要订外卖。然后我身上刚好没有钱，然后公司的同事也都不接电话，然后可是外卖已经送到，没有钱，我真的没有钱，所以我只能马上打给丽阳，因为我们才刚认识，我就说哎借我钱，然后他说好好好多少，其实我是在他门外传，然后他就穿着一件浴袍就开门，很像总裁这样，在等我，对，然后我就跟他借了300块，不好意思，我应该是第一个敲他门的男人。他还用浴袍迎接你，欢迎光临买凤。为什么是穿浴袍？饭店都会有浴袍啊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刚睡醒吗？你是不是有问我？我有问你，我就说我房间没有。哦，他还说，是吗？你怎么可能？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也没有认真找过，因为我从来不穿浴袍睡觉的，我都是穿很多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就说我都穿浴袍睡觉，那个浴袍舒服，我说蛮舒服的。对，什么最后好听的什么？你那标题就变成男演员敲房间舒服了。你不要自己下，你不要自己下标题。还是别这样子吧，大伙。在家也穿浴袍睡。喜欢，对，喜欢穿浴袍睡觉，因为舒服，自然的，自然的。最肉麻的台词。很多啊，守护女人是男人的天命，天命对对对，就是会有这种很不切实际的。保护你是我的责任，但是这些就他讲出来就很合理耶。我们讲就很像掉了，对对对对。开玩笑的啦，买的是一对 CP， 我才 CP， 不要抢我的张力啊！